体力的异想空间，我们今天来到捕星牧场。我们要吃哪位动物？我们刚花了150呢，买了这个萌萌坑暖心体验券。我们要先去找羊驼了。有人在追羊驼。你该追他了，他也跑了，他也没有羊驼要理他。一大早被叫醒来，重点是羊驼还不知道在崩溃。你们为什么不理我？我很想起来喂。你们好可爱哦，你好可爱。哎，爸爸，你可是地上的草也不愿意吃的。我们喂羊驼喂的有点难过。我们要玩喂鹿，他们比较 friendly。我要把那个叶子用小一点。他们超 friendly 耶！我喜欢你的鳞片。等一下，他用那个草当这里遮。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为了看水豚。这里一望无际，这里有一个湖。大家一定没有喝过最新鲜的牛奶吧？我们来尝试一下吧。